看到了吗？我回来了。我跟你说，我点了外卖，然后吃完饭了，饿死了，拍照。看到了吗？我这边还有点看不到。我这个发型没有换哦。我在想啊，我本来是准备玩水友赛的嘛，然后月底要凑播时长嘛，然后现在又还早，12点钟，你们是想听我唱歌呢，还是想看我玩水友赛呀，或者是排位，自己选吧。都可以哦，如果我也可以就是唱唱歌，然后唱累了然后玩水友赛也可以。说吧，没梗啊！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大家的礼物。排位，居然想靠排位！六六六六六！我不信。排位啊！谢谢奔奔，谢谢奔奔的火箭，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的游玩。那你们说唱什么嘛？这样吧，唱唱歌，玩玩游戏，好不好？谢谢等待，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游玩。如果唱会儿歌，然后想要玩水友赛的话，我在考虑是要去暗影岛还是艾欧尼亚，因为有个朋友给了我一个暗影岛的号，然后里面有很多英雄还有皮肤。然后艾欧尼亚的话，我昨天玩了。你们想我在哪个区呢？我今天还是想播到60小时，现在57嘛，就3个小时，很好混的，是不是？我不会通宵的，我今天会播到大概2-3点吧，应该不会通宵了。不是，我如果今天不播，你想啊，还有现在已经28号了，29、30，就还有2天了，2天我还要播10几个小时，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就定一个小目标，播到60小时，3个小时很好播的。谢谢一抹浅笑的帮忙拿，谢谢大家的礼物。先唱一首 Undo 吧，然后等会儿再玩游戏吧，我看选择唱歌的人比较多。 Undo。Silent, I can't wait to silent. Got a mind of storm inside my head. Nothing, I just do for nothing. So I fall for everything you say. Hear the rumble, hear my voice.
silent, I can't wait a silent. Gotta make a change and make some noise. Unto myself, unto her so bad, unto my pain. Gotta get up through the rain. I know that I'm over you. At last I know what I should do. Unto myself. Trouble, baby, I'm in trouble. Every time I look into your eyes. Save me, all I gotta save me. Far away from all the crazy lies. Hear the rumble, hear my voice. Unto myself, unto her so bad. Unto my pain, gotta get up through the rain. I know that I'm over you.吃饭，谢谢爱神，谢谢查尔斯姐姐。哎，好饿，我有点饿。等一下，我叫楠楠给我拿点东西进来吃。喝点水，喝点水。哇，干嘛？谢谢奥斯卡 WZP， 哇！谢谢爱神，谢谢大家的礼物。换一首这首，哎不行了，这首太他妈的高了。我就吃了一点点晚上，然后刚刚点了外卖嘛，没有吃多少，现在呢又有点饿了。哎呀，噎住了，让我消化一下。你们想听什么歌呀？我今天要播到3点钟哟。不要哭了吗？哎呀，谢谢 Sally。 我闺蜜在问我吃什么，给我拿进来，我吃个花菜吧，让她给我拿一点点花菜进来。边吃边唱，就从明天开始吧。不行，不能边吃边唱，还是吃了再唱吧。那就这样吧，谢谢。为什么你们这么晚还不睡觉呀？你们今天看我微博了没有？不要再问我，好吧。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唱太多了，点一点新歌吧。我最近学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爱河，还有一个，我看一下。可乐还是没有学会。Thank you， 我等会儿再吃。哎，不行，我还是想吃一个。谢谢平行的信号。我答应要给你们播吗？我肯定会给你们播的呀。主要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发型很好看，
不播有点浪费，真的，毕竟这是我洗头的第二天，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洗头第一天是披着，昨天我是不是披着的，然后第二天呢，哎，昨天我是披着的吧，然后第二天啊，不，昨天我也是绑的小辫子好像，然后第二天呢发型就是正好的时候，然后第三天的头发就油了，所以明天呢我必须又要洗头，如果要直播的话，所以今天就一定不能浪费，因为毕竟是发型最佳状态的第二天，一定要给你们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发型还挺好看的，我从来没有编过这个辫子，哎，虽然有点乱，它是那种蜈蚣辫，就是很多股很多股，然后这样绞在一起，这个必须要别人给你编才能编得出来的，自己编是编不出来的，我自己编我只能编那种三股的辫子，就特别简单。谢谢西伯利亚老狼，谢谢，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红色高跟鞋，哎，不过我很久没有看到那个阿雄播了，哎。谢谢 Sally， 这么晚还不睡觉？大家都放假了是不是？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这么爽，最后味的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谢谢，谢谢豆鱼，谢谢 CCK， 谢谢查尔斯姐姐，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鱼丸。这首歌叫《红色高跟鞋》，你们还想听什么呢？我可以唱到，看一下，如果要玩水友赛或者是排位的话，玩两把吧，可以唱到个一点多钟或者是两点，然后因为我要播到六十小时嘛，然后剩下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们就玩游戏好不好？我还在春天等你。是要唱这首歌吗？妈哟，这首歌其实我好久不唱了，
因为这首歌伴奏不好。我在春天等你。既然你都这么明示要唱这首歌了，那我就唱一下吧。我在春天等你。相思淡淡自定的芬芳，静静远去，静静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出场，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我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雨，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回忆。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你听嘛，他的伴奏是不是就是那个消音版本，人声都还在里面，很尴尬。现在是夏天了，你应该在夏天等我，是不是？还是在春天啊，这么执着。谢谢。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你身，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雨声。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雨，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回忆。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像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那是我们今生最美。你在春天等我，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棒棒哒，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鱼丸，谢谢 BY Happy， 谢谢乌沙帽，谢谢风华绝代，谢谢超超，不想成为你的路人甲，好，那你成为路人乙吧。谢谢冷风，谢谢小凡。Never said yes to the right guy. Never had trouble getting what I want. But when it comes to you, I'm never good enough. When I don't care, I can play him like a Ken doll. Won't wash my hair. 哎，等一下，我想问哦，还有没有就是中考没有考的学校呀？因为我的第一支单曲，原唱单曲不是30号就要送给大家当暑期礼物嘛，我就是考虑到，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考试完了，然后呢就可以正好送给你们当一个暑假礼物呀。你们可以去我的微博冯提莫，然后呢可以去看我的第一条发的新发的微博，那是我对你们想说的话，有秘密哦，哈哈。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条微博。谢谢老埋，谢谢宁为指数，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棒棒糖。哎，我看到很多评论，你知道吗？谢谢 YK Rush， 好多评论说 Timo， 我考上了我梦想中的大学，然后呢，然后谢谢，然后之前我也帮他们，我记得一个是叫一二一九 Timo 小兵，不知道现在在没在看我直播。他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然后呢他说他一定会考上的，然后之前让我帮他录个视频，就说祝 Timo 小兵能考上他理想的大学北京体育学院。然后呢结果那天我不是在广州做活动吗，然后他也来到了现场，就特老远就专门跑过来，然后 Timo 我真的考上了，我觉得哇，就你知道那种我感觉好像我也参与了一样。然后还看到好多评论都发了他们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好开心啊。所以呢我那首单曲我的三十号然后呢会单曲首发，到时候大家要多多的收听哦，是最好吃的一首歌，也送给你们当暑期礼物，因为正好大家都放假了嘛。你们要听什么歌嘞？哎呀，谢谢 B 总，谢谢 CCK，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 AEM 的火箭，谢谢大家的礼物。你们要听什么歌呀？这么晚了，我也不敢唱太嗨的歌。要听什么？听 what？ 遇见的话唱太多遍了。谢谢大金九，谢谢 MC Timo 呀，太晚了，我怕吵到邻居，等他又上来就是敲门怎么办。虽然我知道我那个邻居他家的孩子是已经高考完了，但说不定他家的孩子有个弟弟或者有个妹妹还有中考怎么办呢？如果还没有中考的话又要来举报我怎么办。谢谢大梨子，天哪，谢谢你的伯爵侯嗨森啊，谢谢凉凉啊，谢谢李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扎心了哟。那我唱跟杨宗纬的合唱版本吧。凉凉。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人。侯嗨森。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棒棒糖，谢谢大家的鱼丸。如果还没有中考的小伙伴的话要早点休息哦，但是大部分应该都中考完了吧。希望你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哦。哦不对，高中大学。成双，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请。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家乡，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凉凉天意深花色，
尘上浸着我。深夜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哇，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呼叫 MC Timo 呀？太晚了，他不会出来了。谢谢 MC Timo， 谢谢朝一天，谢谢别想套路我，我没有套路你哦。谢谢你的龙飞凤舞。也曾比微霜，也曾因你回光，悠悠岁月漫长，怎能浪费时光去流浪，虚幻成长。灼灼桃花凉，今生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背影成双在水一方。谢谢春泥呵护着我，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如水流。凉凉天一烈焰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谢谢 Adams 猪八戒，谢谢。要升个调了。两两三生三世恍然如梦，许的年风干泪痕。若是回忆不能再相拉闸，就让情分就成。两两是离合身还会春，又见树下一盏风存。落花又一流水无情，别人恩怨爱恨，两头那花的春。无声怨前尘。很气，他最后就是两句没有合唱的，弄得我一个人唱很尴尬。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 Adios Angel 塔 N 哥利他，谢谢猪八戒。你为什么要叫猪八戒啊，二师兄？二师兄，谢谢 Timo Timo。谢谢 I A R Chest， 幼儿园打架没输过，哎，我还从来没有打过架，真的。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棒棒哒。打游戏啊，打游戏可以晚一点打吧。你们想看我玩游戏呢，还是想看我排位呢，还是想听我唱歌呢？我看哪个多。我昨天是玩游戏的，我记得。哎呀，对。如果两天连着玩游戏会不会不好？谢谢白丁，谢谢 Timo 的枕头，谢谢 Charo Young， 谢谢世与心伤，谢谢棒棒哒。哒噔噔，你是一只寂寞的云彩。四十了，我想唱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等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谢谢大家的礼物。看嘛，唱歌的多一点，那怎么办？唱歌的不是多一点，多很多。没办法，我就是被你们支配的瑟瑟发抖。谢 Coop 冰的棒棒哒，谢谢。
losing your battle, picking yourself, dabbing yourself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ut of front,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this series, we're getting close,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re faded. You gotta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rget oh, you get out, eh. Time in a minute, sagareva, cause this is Africa. Time in a minute, eh, waka, eh. Time in a minute, sagareva, this time for Africa.睡醒了没有？快点醒一醒，快起来啦！起来尿尿。Listen to yoga, this is our motto. Your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like your paper total. People no raising, there's potential. Go on a feel, this is your moment, oh, have potential. Today's the day, I feel it.You paid away, believe it. If you go get out, oh, you get out, eh, eh. Time in a minute, sagareva, this time for Africa. Time in a minute, eh, eh, waka, waka, eh, eh. Time in a minute, sagareva, anawa, Time in a minute, eh, eh, waka, waka, eh, eh. Time in a minute, sagareva, this time for Africa. Jump, photo, biggie, biggie, mama, ma, it, do it.别想套路我，哎，那个，你是不是之前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对，娜娜，是不是？谢谢三三九永不低头，谢谢大家的礼物。天空之城2017，谢谢于书汪玉，谢谢你们的棒棒哒，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鱼丸。还想听什么？哎，好开心啊！第一次深夜开播，然后有这么多贵族哎。小半，为什么想听小半呢？那首歌好难，你就不要想起我。绿袖子，谢糖果包装袋，谢谢冯提莫美美的。哎，不要起这种太夸我的名字，这是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咖喱咖喱啊，咖喱咖喱，好吧，咖喱咖喱，我会跑调的。那首歌不是很熟，咖喱咖喱，谢谢 MC Timo， 你是一定要呼叫 MC Timo 吗？哎呀，你能撑到一点再说好不好，兄弟？谢咆哮无畏，谢谢。
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下海滩加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小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肠，咖喱咖喱，摩托迪卡，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谢谢咆哮无畏，谢谢 MC Timo， 谢谢九字真，帮忙打，谢谢大家的礼物。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下海滩加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轻轻一眨，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肠，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咖喱咖喱，轻轻一眨。咖喱咖喱不是很熟，因为就这个欢乐颂二嘛，这是欢乐颂二里面的那个插曲，然后我自己都没有看几集，然后这首歌好像就前段时间特别火。谢谢单调，所以应该有唱错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听过几遍。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 Bills C 的火箭，谢谢看镜子里有帅哥，看镜子里有美女。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屏幕就是怎么说呢，不光是能看到你们，我还能看到我自己，因为这个 OBS 直播嘛，还是能够就是看到自己的摄像头，就是你直播出来什么样子，它这里就能看到。所以我其实是一直边在看你们，其实更多的时间在看我自己，太自恋了。谢谢 DTLD 下一站守候，谢谢 Three 四行，谢谢大家的棒棒的啊。对，只需要送出一个棒棒答呢，冯提莫棒棒答就可以办理我们直播间的专属勋章了。对，6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可以买一辈子的蘑菇牌勋章哦。这个勋章呢，可以挂在你的名字前面，然后呢，无论你去哪个直播间都可以显示出来，然后呢，代表支持我，喜欢听我唱歌，喜欢看我直播的一个勋章。嗯，对，大家就可以领取，欢迎大家加入哦。谢谢大家的棒棒答，谢谢。要唱什么歌呢？哎，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50分钟就过了。哎，我发现深夜这样直播就怎么播得这么快啊？谢谢大家的棒棒答，谢谢。听什么？谢风中追风，谢夕阳，谢谢邓，谢少爷专情，谢谢四十白丁，谢无敌太空，谢大家的礼物，谢女神说五是色狼，色狼听什么呀？听什么？快说！
我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弹幕我就唱，第一个弹幕的名字我就唱。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送给我的棒棒哒，谢谢谢谢。唱一个 MC Timo 的话，一点钟唱好不好？如果你能坚持到一点钟，那我就唱。一点钟你们准时可以呼喊一下 MC Timo MC Timo， 然后呢我去问一下他愿不愿意出来。谢谢龙飞，谢谢谢谢大家的棒棒哒，谢谢。唱一个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一首歌很催眠。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的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我们去哪儿？你看那中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儿？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儿？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恭喜要考上那个北京体育学院，哎，是叫北京体育大学还是叫北京体育学院来着？这个学院跟 学校跟大学还是好像不一样哎，因为之前好像在 上学的时候好像听老师说过，他说有不一样的，就学院和大学学校这个是有时候还要升级之类的。谢小皮皮，谢谢周围，谢谢大家的礼物。大学哦，北京体育大学是吗？要好好的加油哦，希望你毕了业还在看我直播。然后说啊，我进哪个，比如说我进国家队了之类的，
会不会啊？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啊？哇，好期待！谢谢谢谢大家的棒棒哒，谢谢大家的礼物。还听什么？现在是56。谢大理智，谢谢你的棒棒哒。说散就散。这首歌真的唱太多遍了，不是要呼喊 MC 踢我了吗？谢谢西伯利亚老狼，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哦。还没听腻啊？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谢谢一点 MC 起来，看心情吧，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求，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唱完这首歌扎心了，谢谢。1点钟啦，你们叫啊，你们叫啊，舒服了舒服了。
新加坡、印度，哎，这刚刚好唱过这首歌。你叫呀？嗯，谢谢谢谢 Timo Timo， 谢谢。哎，我今天这个装扮不适合喊麦，今天这个装扮这么的小清新，一喊岂不是有损我的，是吧？谢谢李建林，谢谢破罐是 破罐的破摔，谢谢 Mask， 谢谢大家的礼物。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像是你们叫 MC Timo 了吗？风雨无悔一个夏季，也许那我去叫他，等一下。这么晚都不睡觉的呀，啊，还要听这么嗨的，我等会儿被举报了怎么办？像梦境，你的眼睛，好吧，你们这么想他出来，那我就。那我来了。哎，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燕西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那圣君寻。说红颜痴情笑，曲动的琴声琴声妙，我轻狂那太化成仙，谢谢 LX 的帮忙拿，谢谢大家的礼物，谢社会王。哎呦，耳朵受不了，受不了。好了 ，MC Timo 走了，你们还想听什么吗？看首播了多少小时了？58了，还有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很快。可以的，实力陪伴。谢谢冯梦梦，谢谢冯提莫最美的，谢谢大家的礼物。来一首扎心的歌吧，来一首扎心的歌。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什么歌很扎心的？谢谢繁星点点，谢谢大家的礼物。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围挡风的。谢谢魅影云奴，谢谢潇洒哥，谢谢。
扎心的可乐我真的没有学会，我再听一下可乐。赵子叶。可惜才遇见你那天，哒哒哒哒哒。谢谢 Timo 为爱，谢谢格局之上，谢谢 CD 四三九六，谢谢。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唱个什么啦？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谢波宝宝，谢谢小鹏鹏，谢谢。可温暖要走了，空心吗？难道？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空心算不算扎心的歌呀？可当我牵着你的手，不不不，那个不叫别问我是谁。哎呀，那个太扎心了。别问我是谁，那还不如说爱我嘞。可时间倒数了，要别问我是谁吗？可你的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的脸我还是很快乐。嗯嗯，这首歌确实很久没唱，快点问我是谁。唱这首歌我要给你看个东西。不要问，不要问。我是 MC Timo。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然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别问我是谁，请和我面对，看看太扎心了。谢谢运动大地星星碰撞。别问我是谁，请听我唱歌就好。谢谢，不要忘了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
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别问我是谁，请和我面对，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我和你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没有，他最后没有伴奏了，这个很尴尬了。最尴尬的是他最后是那种渐弱的，所以你让我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谢谢皮大妈，谢谢夜雨，谢谢愁雨，谢谢1219听歌的人却陶醉。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像个疯子，因为头发已经乱了，不是那个辫子了，你知道吗？刚刚拍照。谢谢冯棒棒，谢谢浅浅追忆，谢谢 Hush You Wait。扎心了，扎心了。我是颗糖果，想要给你吃。今天下午，哎，我发的微博大家都看到没有啊？酸酸的。等一下放首歌先。如果你吃了，就会爱上我。放一首。你们看我微博了吗？看我微博了吗？扎心了，刚刚唱了那首歌呢，有些小伤感。我要给你们看我的微博。来到冯提莫的微博。然后呢，最近呢，我也知道我直播稍微少了一点。其实呢，我不是因为什么懒惰割了你们，因为我是在认真准备我的新歌。然后还没有看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因为我平时不善言表，然后呢，很多话就写在视频里面了。然后里面的话呢，就是我的想法。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跟我看一下，在我微博最新发的这一条。这首歌我双换新衣裳，
事总是轻得不慌不忙，曲水后元宵依旧吵嚷，烧麦包子捞起家还唱错了，因为当时太紧张。娃娃们摊开了手掌，星空中有棉花糖在飞翔，2017年躺在露台上看夕阳，怀念当年面曾乘风破浪，包菜们卷起了心房，白雾里有仙城只在流淌，拴在热气腾飞火锅里的是不是失眠无数的那只鸟。没错，我的个人首支单曲呢是食物者为俊杰，对，我唱的，在2017年6月30号会正式版首发，说出来有点害羞呢。对，这首歌呢应该是今年夏天最好吃的歌曲，所以我打算在6月30号等你们所有人都放假，然后呢送给你们当一个暑假礼物。好了，有点扎心，因为做这个视频确实就是想把自己说的话写进去嘛。哎呀，其实就是不知不觉在直播中跟你们已经过了1000多天了，然后好多小伙伴最早看我在上中学，现在可能还在读高中都有，因为之前还有好多水友嘛还来狙击我，都是初中生高中生这样的，也有进入了大学的，然后都1000天了。然后呢，哎呀，谢谢绿头龙，然后有你们陪着我，我也陪着你们，大家现在呢都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支持我，我觉得我必须更好呀。所以我想把我快乐的一面给你们，笑容给你们。哎呀，放这种 BGM 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呢，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胆小害怕的时候，但是我会加油的。6月30号一定要支持我哟。好了，哎呀，说完了，好紧张。对，然后呢，我觉得我刚刚那个微博，然后下面呢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了，我想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那个评论，因为有好多小伙伴他是刚刚就是高中考到大学，然后还有就是被录取了，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呢。我来看一下啊，不说太多了，走心了。然后反正我会加油的，我会继续唱好听的歌给你们。等一下，我看一下评论。你看，就像这个，这是我刚刚直播里也说了嘛，1219 Timo 小兵，他说我真的考上了呢，就是他。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呢大家都很棒，然后还有这里这个弯森玉，他说我也成功了，然后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然后我就看到这些我就觉得特别的扎心，你知道吗，然后感觉自己也特别的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还有这个是让我很扎心的话，他说真的 Timo 这个视频看了很感动，你一定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你的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真的好喜欢你。哎，不行了，不能再读了，太扎心了。然后反正就是请大家期待我的新歌，然后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暑假礼物，今年夏天最好吃的歌曲哦。好，我觉得我要开始玩游戏了。对，就在6月30号，到时候我们一起就可以听到了。你们要看我玩游戏吗？因为我唱歌的话，我说了唱到1:30差不多，然后就玩两局游戏的。对，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
谢七哥的绿头龙，谢谢冯棒棒。对，到时候大家就一起期待吧。如果你们没有看视频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我的微博，新浪微博看刚刚那个视频，都是我的心里话哟。毕竟我这个人不会说话，然后呢，但是打字作为一个键盘侠，我不是键盘侠，就作为怎么说呢，打字呢有时候能够把自己心里的话少说出来，但是我也不会说的那么的那个，你知道吧？然后所以那个视频里面呢是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哟。因为我直播不想说太多这些很煽情的呀，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永远都是笑着的我，开心的我。对，所以大家快去看我的视频吧，在新浪微博冯提莫，大家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就找到了。对，我会一直努力的，放心吧，然后好好回报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欢。对呀，我平时真的是在忙，不是在偷懒，也不是在玩。哎，现在我要开始玩游戏了，扎心的话不多说。谢谢屁蛋猫，谢谢，谢谢冯棒棒，谢谢。哎，我在一区，来吧来吧，我们玩，想一想，玩个两局差不多。Come on，谁有赛谁有赛，排位的话这么晚了，一般都是很多代练在的，所以我不敢排位，都是上分的，吃点东西。饿死了，我还是热的，怎么鬼？为什么还是热的啊？这么久了。我现在呢要开一个自定义游戏咯，创建一局自定义对局，然后呢密码，等一下，你们在一区了吗？还有你呀，我马上跟你们说密码，然后你们就自己进来啊。好了，密码是一二一九一二一九一二一九，快来吧，三个一二一九，因为我真的我起名字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起什么，所以有好多人经常猜到我的密码，很尴尬。这是啥呀？六六六六六，哇，对面有白金，那我就开始了哟。搬什么呀？哎，选择我的英雄，没有选征兆模式。Timo，我还是 Timo 玩的比较溜。对面的水友，请那个自觉一点哦。好啦，现在如果想要睡觉的小伙伴赶快睡觉去吧，因为我玩游戏确实也玩得很菜的，就是你们看的话只能是看看笑话，你懂吗？就如果真的想学技术，真的想学技术的话，
我应该也帮不了什么忙。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我听过真汉子是什么鬼，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等一下，我靠，我符文还没换呢，我符文还没换呢，那就开始了。对了，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哎，我得叫我闺蜜再给我拿点吃来。向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我这次绝对播到那个，等一下，两局游戏，不管到没到三点，我就下直播，好不好？不熬太多夜，不熬太多夜。我家帮我拿一点什么过来吃呢？不怕吃胖啊，我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不会胖的，干嘛啊？哎，你们以前一直要求我吃东西，现在就怕我胖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营养已经很不良了，你知道吗？都在掉发了，还在逼着我减肥，你们这些人，我表示很伤心。谁嫌我胖啊？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好辣哟、哦、我感觉我吃不了这么辣的。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哎，好辣好辣，花菜是真的辣。同手同脚，我就玩两局。这啥呀？我闺蜜应该睡觉了吧？可能没有看到我发的信息，我叫她帮我拿点吃的。冯老师晚上好。深夜好，这不是晚上了，这是深夜了。昨天的 V 那太好了，请 carry 我。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开始你们的表演。来来来，一级团啊，一级团走起。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我去前面探探路。嗯。我靠，我怎么到下面来了？等一下，我是哪里？我中吧，我中我中。听不打中很好打的。这是谁？我靠，这个英雄是新英雄，我不认识，贼尴尬。真的，我自从那个更新了版本什么的，就很久没玩了，你知道吗？他的技能是啥呀？我靠，对面还有个 Timo。这个英雄的技能是什么？他的大招是什么？告诉我。这个我知道，他就是两边这样圈起来，如果你在他中间或者是在他那个轨迹里面，你就会受到伤害减速之类的，是吧？可是我觉得他打不赢我。哎呀，早知道我再点燃了。哇哇哇，六六六六。
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中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我祝你谢谢 Human Body Young， 谢谢可是刚刚可以把人头让给我的，非要抢我的人头，这个武器怎么这样呢？看这是春卷的，我这才发现哟，春卷你要杀我呀，我极限逃生，我靠没事，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可以吃东西。我等会儿再死，如果死超过60秒，哎，不可能，就超过50秒的话，我就去拿东西吃。套路我，在那勾引我。你们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的呀，事情已经发生了。疯狂笑话他，如果我站到这个圈圈里面，是不是我就会被伤害啊？天哪噜，天哪噜，扎心了扎心了，我还以为会演我一波的。看对面 Timo 死了两次，
哎，是留言的吗？为什么我站在草丛它也可以自动打啊？你看，如果没有眼它是不会自动打的吧？我还六级了，天！哎呀妈的，我感觉我点不过他。fuck！ 没事，我认真了。下边怎么回事？哇，他怎么升级升那么快啊？他不是被瑞文单杀了三次吗？我就是看这样我才上来的，好不好？他好像在这里放了个蘑菇，是不是？躲在那里的，没有回家。你看，但是我们并不能拿他，就是不能拿他有什么办法？来，拉个提莫来了，拉个提莫，有本事过来呀、啊，有本事过来杀拉呀、啊！笑什么？哎呀，我，你这是干嘛呀，兄弟？蛇皮，你在干蛇皮？蛇皮走位，我佛，你们不用刻意的来gank，你知道吗？有时候吧，这个叫什么？偷鸡不成蚀把米。你越想杀提莫，我跟你说，提莫就越死不了，你知道吗？提莫就这么贱呢、啊，我了解提莫呀，玩提莫很多年了，没办法，他的套路我都懂。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
不是，就是每次水友赛怎么就会遇不到一点那种素质水友呢？啊，没有那种懂事的水友，好气呀！这群水友感觉质量不高。这次狙击到的水友质量真的不高，不懂事，你知道吗？好冷啊！妈哟，你啊，不得了了是吧？啊，你细不细不得了你？哎 ，Thank you。嗯，好好吃，好吃炸了。嗯，这个土豆真的是好好吃。真的好好吃、啊、饿了吗？你们饿没饿？要不要我深夜吸引播仇？算了，不要，没关系，期待的礼物。我真的好饿、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吃的很少，你知道吗？我不会长胖的呀。你看我在吃，其实我吃的很少的呀，怎么不相信我呢？努力向你奔跑，再送到你。他又来了，那个 Timo 来了，那个 Timo 又杀我来了，识趣吧你！我一路放蘑菇，没成了。饿了吗？这个叫什么干锅土豆片，我最喜欢吃土豆了。我现在很喜欢吃素菜，就是我很喜欢吃菜心啊，还有花菜啊，土豆片呀、啊、等等。我变得爱吃青菜了呢，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掉发，我要长头发，你知道吗？不得不逼自己要吃青菜，也不是掉发，就是有点营养不良。主要自己减肥，把头发给剪掉发了，给剪坏了。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过分啊！真的过分啊！我要超鬼了！你们是专门想杀我，让我死了多吃点东西是吗？会不会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会不会就对面的水友其实是在为我好？你们误会了呀，有可能他知道，他们都知道，就我死了之后我会一直疯狂吃东西，然后就故意让我一直死，是不是？还是我想多了，你就是想杀我？
我觉得我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并不是这样的，你们就是想杀我好不好？我想多了，打多了眼睛会累的，但是我死了的话，我还是在看着屏幕呀。你为什么骗人？骗人！你又想杀我吗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 Your mama show you how we know we are. 把那只 Timo 给我拉过来。我要杀了他。你这是拉塔吗大哥？哎，无敌风景我好像之前遇到过你，那手速很快我记得，就经常就会就是狙击就经常进来了。哇，你用的整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想我多吃点。哎呀，知道知道，你的好意我领了。真的好好吃，有一种麻辣烫的味道。不是，土豆也算是深夜放毒吗？你们喜欢吃土豆吗？一刀九九九。对呀、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疯狂杀我吧！你们把我杀了的话，以后水友赛可能就是会取消啊。我只能用这种就是很不人道的威胁，我只能使一些小伎俩了。那以后就可能没有这种什么水友赛之类的了，是吧？你们要让我超鬼吗？你要让我超鬼吗？你们要这样对我吗？小九九，又是夜猫子，好像你之前也是来的时候是很晚，看来主播是真的都睡得很晚。哇，这是啥？这是啥？这是什么呀？不是，等一下，这是啥？因为我很久没玩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鬼，我们的东西吗？还是一个技能啊？这是大甲虫是什么鬼啊？是哪个英雄的技能啊？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玩英雄联盟了，你知道吗？我都跟不上节奏了。喂，你们想不想玩水友赛？好吧，看来我这个威胁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哎，连我也威胁不了你们了呀！连玩，我说不玩水友赛都威胁不了你们想杀我的欲望。你们变了。哎，
这次为什么吃这么久啊？糟了，等一会儿不会把一盒子吃完吧？昨天有朋友说，发现我玩游戏吃的特别多，以后让我多玩游戏。好气哦。是要把我养胖吗？哎，我真的发现我如果玩游戏，我食欲特别的好，这是为什么呀？是因为就是每死一次，然后那个死的那个秒数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说哎呀吃点东西吧，这样吗？然后你就是每死一次，它的间隔还是挺久的嘛，毕竟我不经常死。然后呢，它就消化的慢慢就消化了，然后就是有一种少吃多餐的感觉，你就永远吃不饱，你知道吗？这样就是会长胖的，不知不觉长胖那种。哇，你赢我呀，兄弟啊！喂，你真的是机器人，你烦不烦呢？本来我不死不了的，你踩了一个蘑菇。还有这个，我都忘了，我一直放在这里，就是准备，就有时候熬夜我会吃坚果。因为听说坚果吃了的话，对头发好啊。可以长头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不要骗我。赢了，我死了这么多次，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是大逆风啊，怎么回事啊？我看对面一直在杀人啊，一直在杀我，结果怎么这么顺呢？什么鬼啊？来，有本事跟我刚啊。谢星球的帮忙的，不行这个。Let me be your hero。 我想去拿点其他的东西吃了。Would you dance？来吧，我们来第二局吧，应该还可以玩两局，因为现在两点吧，半个小时一局。密码是马上告诉你。我说密码喽，一区艾欧尼亚冯提莫的对局，密码是520，就三个数字520，快进来吧，快点。 Come on， 拼手速的，又666666。
妞妞妞，你们怎么手速这么快啊？这次我要玩什么呢？你们想看我玩什么呀？快说吧。给你们两片土豆的时间。两片土豆。为什么要玩劫啊？看我玩劫，真的假的？盖伦也可以，妙索真的不行。那盖伦吧，我盖伦玩的还不错。不然给你们玩个，我看，中单盖伦不算，就盖伦吧。盖伦上单，揭示弱点天赋。你看，传说死亡骑士盖伦，我们带什么呢？现在点燃吧，闪现点燃一套带走。哎呀，叫闺蜜给我拿两个大白兔来。算了，他睡觉了，他说睡觉了，不叫他了。哎，我也吃的撑了，不吃了。哎，但是放在这里，我肯定就忍不住一直要吃的，但是再一直吃，我就要长胖了，怎么办啊？好纠结啊！轮主应该是主 Q 吧，主 Q 副 E 是不是？我看对面是谁？如果对面是，我靠，对面玩我，那我带多兰顿吧。等一下有用吗？多兰顿是。哎呀，这个 Timo 有点贱呢，因为知道你知道吗 ？Timo 就打盖伦像爸爸打儿子一样的。他看到我选盖伦，他故意选个 Timo 来压制我。这个真阴，太阴了。Timo， 你行不行啊？神盖伦，我跟你说真的，因为我以前玩 Timo 的时候，
我打盖伦就是真的是像打儿子一样，就一直疯狂的点他平 A 他 A 的他，就是那种生活的不能自理那种，拿 Timo 完全没有办法。你怎么这样呢？你干嘛选针对我的英雄啊？他肯定在这个草丛里，信吗？哎，不，好像在外面站着。等我到三级，我杀死你啊！我砍死你啊！你是不是还来？哼哼，有个把一三 Q A 小，走过去，走过去，不然没人来干卡了。哎，没有办法。我跟你说 ，Timo 这么针对我了，我还能反杀？你说我是有多么的厉害？出什么？我们出爆残暴一点的吧，暴力一点的，黑色黑切怎么样？提莫呀，因为我刚刚玩的提莫呀，这局玩盖伦，我还单杀了提莫，拿了一血呢。因为盖伦是很难，嘿，我说你个小青，我靠，你们要这样对我吗？我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你们其实就是想杀我，假装说叫我多吃点。我不吃了，我丢了，吃完了。哼，拿这个当借口，就是想杀我嘛？什么吃不吃啊？下房管吧，哎呀，真的是。同意下他房管的，对面这个水友，同意下他房管的扣一。黑粉。都同意下是吧？哎呀，谢谢谢谢圆儿。是圆儿吧，圆圆儿，谢谢你的飞机，谢谢如此致命。把他的那个房管下了，到时候给抽给你们好不好？抽给会给我送人头的真爱，而不是疯狂追杀闪现点燃我。转让房管了，转让一波。谁要给我送人头啊？我能砍过你的提莫，你不知道吗？你死了，再见。哎呦，现在回家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了。看到没有，我预判得到的。
谢谢圆儿的火箭。你是在自证身份吗？就说是我，我不是高仿小豪。大气哦，这么晚还不睡觉哦，可以哦。小心掉头发啊，熬夜容易掉头发的啊。男生秃头比女生就是概率大太多了，女生不会秃头的。哎呀，算了，好怂啊这个 Timo。 别追我，追我呀，来追我呀。吓死了，吓死了，什么鬼啊，怎么一下就这样了呢？醉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剧本呢。我本来是想把他引勾引到塔下，你知道吗？勾引到塔下，然后呢我在这儿跳舞，然后塔疯狂先点他三下，然后我再往前走，然后他就想 A 我嘛，然后我就拿到人头了，这样就是塔把他打死了。干嘛呀，这是干嘛呀？结果没有按照我的那个剧情的发展。哎呀，我没有想多，真的是可以这样的。你看刚刚那两个人都是按照我的那个剧本在走的呀。我有时候能够预判到一些事情的，相信我，等会儿再来给你冯导演实力给你演示怎么拿下这只 Timo， 好不好？不相信我呀，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那是缘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那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不要约他，不要约他。我靠！下房管，下房管，我马上下了，马上下房管，随便给一个现在在直播间的水友，不管你是黑粉还是真爱，随便给了。哎呀，这种人留着干嘛呢？是不是留着养猪啊？不留着什么？留着养猪。我在说什么啊？留着过年啊。